沿着 G56 杭瑞高速来到云贵边境的人们都会被这座大桥深深的震撼，它就像一道红色的闪电，划破了云贵高原的无边清翠和缥缈云雾，从距离水面565米的高空一跨而过。在这样的高度上，咆哮的北盘江支流尼珠河也变得波澜不惊，它就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一座桥梁——杭瑞高速北盘江第一桥，建成于2016年。如果站在更大的视角上，类似的大桥仅仅是数万座桥梁中的一员，它们共同在中国西南部的大地上构成了一座桥梁博物馆，而它的名字就叫做贵州。对于往来的人们，他们既是行车的通途，也是构建在大地上的风景。但是对于贵州来说，他们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他们是连通天堑的纽带，是打开贵州大门的钥匙，还是改变贵州人命运的超级工程。那么这些桥梁如何改变了贵州？2021年底，在全球已通车的前十座桥面最高的大桥里，有五座位于贵州。如果将尚未完工的大桥也纳入考虑，这个榜单的前100名里将有80多座中国桥梁上榜，其中40多座都分布在贵州。黔桂高速鸭池河大桥的桥面高度为434米，位列世界最高桥梁榜单第5名。它还是世界上跨境最大的钢横梁斜拉桥，桥身由交叉焊接的红色钢材构成，索塔之间的主跨达到800米，是全球主跨最长的山区斜拉桥，使贵阳至黔西的行车时间从2小时减少为50分钟。G60沪昆高速霸凌河大桥是世界首座1000米级跨境的山区峡谷悬索桥，其主跨达到1088米，它的建成使黄果树瀑布到关岭县的行车时间从30分钟缩短为5分钟。毕威高速赫章特大桥凭借着高达195米的11号桥墩，成为世界上桥墩最高的混凝土连续钢构桥。在贵州所有的大桥里，桥梁结构高度的真正王者是渝安高速上的平塘特大桥，它中间的这一座索塔高度为332米，刷新了世界斜拉桥索塔的最高纪录。这座桥通车于2019年12月，是平塘到罗甸的行车时间从2.5小时缩短为1个小时，是贵州南部重要的交通要道。除了这些世界闻名的超级大桥，贵州还有更多不那么出名的桥梁。仅以公路桥为例，这里分布着超过2.6万座各种各样的桥梁，它们建成于不同的时代，有时还会同框出现。在清镇市的红峰湖，我脚下这座老式拱桥建成于1981年，它曾经是附近居民沟通外界的重要通道，如今已基本废弃。在我的左侧是建成于2004年的 G60 沪昆高速红峰湖大桥，它是一座独塔式斜拉桥，塔高96.8米，跨境达到了185米，是贵州历史上第一座斜拉桥。在我的右侧，这座红色的棕城式拱桥是贵黄高速上的花鱼洞大桥，它的前身建成于1991年，后因结构受损而被重建，于2021年6月重新通车。这40年来，这三座大桥不断升级，科技含量日益提升，就连颜值也变得越来越高，成为了贵州当代桥梁建设的一个缩影。但是人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需要修这么多的桥，而且越修越大，直到修成了举世闻名的超级工程。答案就隐藏在贵州这秀美的山水里。众所周知，贵州素以山地众多著称，有着地无三尺平的说法。如果我们从高空俯瞰，它有98.7%的面积都是山地和丘陵，缺少大面积的平原。这里有一柱擎天的梵净山，有灿若红霞的赤水丹霞，还有横亘在贵州南部的苗岭大山。这里还有更加支离破碎的岩溶地貌，占据了贵州约62%的国土面积。在地质历史时期里，贵州所处的区域被海水覆盖了几亿年，碳酸钙、碳酸钙镁等物质不断沉淀，形成了几千米厚的石灰岩、白云岩，统称为碳酸岩岩。造山运动又将它们变形、抬升，大量暴露在地表，
当雨水、河水及地下水溶解二氧化碳，转变为酸性水体后，就会对碳酸盐盐大地造成强烈的溶蚀和破坏。这一过程被称作盐溶作用，也叫喀斯特作用。它塑造了破碎的盐溶地貌，有很多刺破蓝天的石林，深不见底的溶洞，凝视苍穹的天坑，深邃狭窄的地缝和一望无际的峰林峰丛，可谓遍地都是超级风景。但是超级风景并没有让贵州人的生活变得富足，恰恰相反，盐溶大地极端复杂的地形地貌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而其中最大的制约则来源于盐溶地貌区极为丰富的峡谷地形。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造就了这些大峡谷呢？在贵州安顺龙宫，这里广泛分布的地下暗河给人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在这里，地表河流与地下暗河交替出现，互相转化。例如在我身后的玄陶，这里的湖水常年顺时针流动，从湖底的裂缝和落水洞中转入地下，成为地下暗河。地下暗河继续流淌，溶蚀深处的岩层，制造出溶洞和洞中的钟乳石、石笋等景观。当溶洞变得越来越大，它们顶部的岩石会发生坍塌，沿着地下河的方向形成天坑和间隔在天坑之间的天生桥。这些天坑最终会连成一体，就像织丁大峡谷一样，变成深陷的谷地，岩溶峡谷就这样诞生了。暗河在峡谷里重见天日，奔流不息，随着地表的抬升不断冲刷岩石，扩大峡谷的规模。而碳酸盐的溶蚀作用又加速了峡谷侧壁的扩宽和谷底的加深，从而形成了许多类似马岭河大峡谷这样大型的岩溶峡谷。它们在贵州大地上广泛存在，把这里切割为支离破碎的岩溶高原，给人们的出行和经济发展都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过去人们必须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路下到谷底，用相对简易的桥梁跨过江河，然后再重新沿着盘山路上到谷顶。但是这样也使通行时间变得极为漫长，为了提升效率，人们必须不断提升公路的等级，这也便意味着我们需要修建更多的峡谷桥梁。1991年，贵阳至黄果树高等级公路建成，结束了贵州没有一级公路的历史。2001年10月，贵毕高等级公路建成，它全长仅为179公里，却拥有151座桥梁，平均每过1.18公里就有一座大桥，是当时世界上桥梁数量最多的高等级公路，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其中最高的一座是六广河大桥，这是一座混凝土连续钢构桥，距离水面297米，当年曾经是世界第一高桥。但为了追求更高的行车速度，人们也开始修建高速公路，它的弯道更少，转弯半径更大，路面坡度变化也更小，桥梁的样式和规模因此改变。2001年，麻江至凯里高速公路开通，贵州从此进入了高速公路时代。到了2008年，贵州已建成922公里高速公路，并启动了高速公路3年大会战。到了2015年，贵州已建成5128公里的高速公路，并首先在中国西部省份里实现了县县通高速。伴随着这些高速公路的建设，人们修建了更多的峡谷大桥。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底，贵州已建成132座大规模的峡谷大桥，占据全国总数的约1/3，可谓稳居榜首。那一年，西黔高速建成通车，其中的六广河大桥跨越了云雾缭绕的峡谷，使西峰到黔西的通车时间从2.5小时缩短为1个小时。还是在那一年，贵翁高速建成通车，其中的清水河大桥以1130米的主跨径超越了霸陵河大桥，成为目前贵州省境内主跨径最长的悬索桥。截至2020年底，贵州已建成了7607公里的高速公路，总里程位居全国第5，西部省份第2，仅次于云南。预计到2022年，贵州将建成由6横、7纵、8连和4条城市环线构成的密集高速公路网，总里程将超过10000公里。这些高速公路及其峡谷桥梁将崎岖破碎的贵州大地连成了一个整体，实现了从天然喀斯特高原向人造高速平原的转变。而在这个过程里，
贵州也实现了属于自己的华丽变身。自古以来，交通不便严重阻碍贵州发展，再加上喀斯特地貌固有的地表水渗漏快，水土流失严重，石漠化严重，地峡填薄等不利于农业发展的因素，共同造成了贯穿古今的贫困问题。古人口中的那句“人无三分银”也延续到了当代。十年前，国务院在新疆、西藏和四省藏区之外新增了11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中的乌蒙山片区、滇黔桂石漠化片区、武陵山连片贫困区，占据了贵州71个县市84.89%的国土面积。面对困境，贵州将基建作为破局的关键战略，而数万座大桥和数千公里高速公路的通车，则把一个原本封闭的内陆省份转变为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把“想要富，先修路”这句话体现得淋漓尽致。贵州的特色农产品、富饶的煤炭、磷矿等资源，能更快地去向中国每一个需要的地方。贵州的工业和商业发展环境得到改善，在西南地区水电资源的加成下，建立起以大数据中心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新产业，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而秀美的黔山和桂水也真正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敞开了大门。在2019年，旅游业已创造贵州省总 GDP 的约73%，成为了整个贵州的支柱产业，带动一方百姓变得富足。在2020年11月底，�贵州最后9个贫困县成功脱贫，他们是紫云、纳雍、威宁、沿河、榕江、从江、晴隆、望漠，还有我身旁的贺章。这些陌生但又诗意的名字，不仅标志着贵州实现了全境脱贫摘帽，也标志着中国历史性的摆脱了绝对贫困的问题。不知不觉，贵州的超级桥梁见证和参与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桥梁博物馆诞生在贵州从来不是什么偶然，而是几千万贵州人和全国各地支援贵州的建设者们怀揣着走出贫困的共同目标，前赴后继不断奋斗的必然结果。而这样一种奋斗，是比这片土地上所有的桥梁和高速公路都更加伟大的存在。因为这种奋斗，破碎的大地连成了人造的平原。因为这种奋斗，贵州乃至中国才能走出绝对贫困。还是因为这种奋斗，我们将在未来创造出更多这片土地上从未有过的超级风景，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滔图的伟大图景继续在你我脚下的中国大地上不断地描绘下去。